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这个是第一个版本。就是最开始打哦，打样的。后来那个线材全部改了，线材改成这里来了，就是这个圆形跟圆形是改成这个是这里的。哎，对，这样子好一点。这样子，因为这个是设计的是临时的。啊，对，这样子有点太繁琐，因为后面要越剪越乱。而且最主要的它会挡住这个通。对啊，通透。那你这个是会减少吗？这种数的？这个是不会减少，但是这个会减少，这个大的会减少，因为这个箱体的话。你现在准备把一个箱体做得更大一点。对对对，它这个实价是没有。现在这一箱体。就500×500，是500×500，我们可以做1000×1.0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之前是没有这种箱体，我们就以前的箱体，临时的箱体这种，先临时先定义。那以后的话，我们这个其实就做租赁就可以了。